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长脊大兜虫蝶穴雀公虫和母虫的交配啊。这个公虫，我刚把它放在母虫的背上啊，感觉它也不是很，好像还没怎么平静下来。就是，就是在围着那个母虫在那转。怎么不上呢？这个姿势，哎，是感觉要配的姿势，但是公虫没有插，没看到公虫的鸡鸡。我的这是怎么了？之前我在那个前一个开箱视频中啊，看到好多人说这个弹幕里面有人说这两个虫是屎壳郎，我这次说一下，屎壳郎是屎壳郎，就是兜虫。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盾片啊，屎壳郎这边这个盾片是没有的，所以还是很好区分的。交配这么久了吗？先在安静的环境下让他们冷静下来，因为刚才我换了个环境给他们。开个直播玩。
工虫在出处啊。哇操，这个 GoPro， 哎，用力好快，不知道能不能撑到它配完。现在还剩78的电，明明刚才还是95的电呢。这个虫还是成绩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先停一下啊，等它插进去的时候我再开始录。